你过分了啊！不是的，爸，我没有。行了，别狡辩了，我都看到了，这菜都凉了，赶紧洗脚吃饭。来来来，鸡腿。哎，你看给我女儿欺负的。你吃啊，你吃，还有菜。看到没，爸是我亲生的，你始终啊是个外人。看到没，大猪蹄。来来来，金椒炒蛋，还有你们最爱吃的臭豆皮。吃吧，赶紧吃吧。爸，我要吃独食。英子，不是爸说你，你再怎么说也比他大一点啊，让着点他。你这都给你吃啊。爸，我的饭也不够。饭不够啊？那你这碗给他啊，吃吧，不够别哭了啊。那我什么都不吃了。你等着吧，爸再给你做一个啊，等一会儿。谢谢爸。吃吃吃，就到吃，谁家媳妇跟你一样懒啊。是我到底我做错了什么？都是女人，小姑子为什么总是咄咄逼人？来，你吃这个吧。哇塞，这是烧烤了吧？爸，我也想吃烧烤。女儿，你想吃烧烤，你这些吃得完吗？那我这些不吃了，都给他。英子，把烧烤给你们，吃这些吧啊。我爱吃烧烤，这个也给嫂子吧。行，我女儿懂事。你吃吧，英子。好，那我吃了。可是我也想吃烧烤，为什么我总是吃没不吃的？不过退一步来说，有鸡腿吃也不错。那我先吃个香蕉，开开胃。对，你要不要？我们一人一半吧。哎呀，那全给我吃，行吗？行。一人一半都不够我塞牙缝呢。好吃，好吃啊。这个香蕉爸在菜上炖了好久才买。确实好甜啊。两个人这样其乐融融的多好，非得吵吵。女儿不能这样啊，不能跟你嫂子一样。不小心的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今天谁是谁非我得搞清楚。把我的烧烤拿开。空的，又是空的，肯定在里面。是不是不吃就不吃，吃就吃啊，别翻来覆去的。空的，我不吃。换过来。输了别让你选择，你非要吃。把我肉都吃完了。你最爱的豆皮啊，来换鸡椒炒蛋。豆皮拿肉都不换，你尝尝。好吃吧？好吃。一天到晚就是哭哭哭，脑瓜子哭得嗡嗡的。你慢点吃，我不跟你抢啊。都是你的。你想吃的话，爸晚上再给你凉拌一个。多吃点，满满的植物蛋白啊，香得很。看着真的好好吃啊。别放，馋死你呀、啊。每一个豆皮上面都裹满了汤汁，好好吃啊。吸我了，我叫你他妈挂着。吃的吗？吃的好过瘾，好下饭。哇，老爸，你这豆皮好好吃啊！好吃啊！对，香辣入味，特别有嚼劲，而且跟各香味好浓啊！是吧？这你做的吗？我买的。来，哥哥姐姐们，我给大伙儿也推荐一下我们家这个豆皮啊，它这个是山东大豆纯手工制作的，满满的都是植物蛋白，非常健康啊。这个配料只有大豆粉、饮用水和食用盐，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没有添加，所以说有老人有小孩的都可以放心去拍。现在大家条件都好了，大鱼大肉油腻的吃多了不健康，来你这个豆皮啊非常非常合适。你买回去之后啊，温水泡个5分钟，凉水的话泡个10分钟就行。你用来炒点青红辣椒啊、炒点五花肉，或者是你凉拌着吃，这不马上夏天了吗？还可以涮着锅吃，都非常非常合适啊。现在关键是厂家有活动，这么一大袋看一下，3斤重呢，只要10来块钱就给哥哥姐姐们包邮到家。喜欢的哥哥姐姐们抓紧时间去拍啊。好
是。不然你多弄一点，我晚上还要吃。啊，行。真是能吃能睡啊。看什么？顺着空气吧。英子也饿了，饿了吃吧。吃什么？这不是空的吗？你看看看看，里面是空气，看点空气。哇，烤鸭，谢谢妈妈。爸，你先坐，别走、怎么回事？别以为你一天天的小心思我看不到。我是你生的，我还能不了解你吗？洗碗去。不是嫂子。让你做个饭，你至于吗？还摔碗，想造反啊？不是的，小姑子，我今天第一天来生理期，肚子实在太不舒服了，一下子没站住。切，你这人心眼就是多，还生理期，谁没个生理期啊？还有这饭，干巴巴的，做的猪都咽不下，搞个汤，快点的。马上，马上。小姑子，这个白粥大份的给你，我吃这个小份呗。这是大份，你管这个大份？不够。我都说了我不够，就这么一点够谁吃的？榨菜我得配粥吃，我得配包子吃。干什么？你看看你这是忙活一早上做的什么饭？这我宝贝女儿今年才19，还长身形了。爸，爸给你搞个硬菜去。哦，好好好，搞硬菜，搞硬菜。你等着，别吃饱了啊，一会儿。那我不吃了，你去，搞硬菜，谁还吃这个？给你，来，这里给你，来这里给你。哎呀，吃吧。小姑子这是在干嘛？杀！算了，总比饿肚子好。吃啊，这么好吃！确实是没骨气呀、啊，想想我的硬菜我就开心。一口一个鸡蛋，也不怕噎着，真是没吃过东西啊！哦哟，爸，这里面闷的什么呀？黄河大鲤鱼。黄河大鲤鱼我最爱吃了。哎，我吃了。太烫了，妈妈。哎呀，留到最后吃，馋死了。也是，馋死了。不然他肯定流口水。是，烦死了。先吃，先吃。你要不要？爸不要了。不要正好，我都不够吃你。儿媳妇啊，你可多吃点，等会要是被女儿发现了，你就又没得吃了。别的不舍，今天吃的也挺满足的，这个杂菜好好吃啊，一口接一口，停不下来。吸我了，我叫你他妈呀！搭配馒头糊走真是老香了，酸酸脆脆的好沙饭，太好吃了吧！便宜你了，把我都看饿了。好开胃啊，爸！哎，多吃点啊。让他吃饱了，一会儿又馋死他。也是。爸，这个榨菜是你买的吧？太好吃了，吃起来鲜嫩爽脆，每一根啊都嘎吱嘎吱脆的，跟小时候味道一模一样，很下饭，好开胃。现在是不是挺贵啊？这个？哎呀，贵什么贵啊？哥哥姐姐们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这个榨菜啊，它这个榨菜啊
都是选用最新鲜的食材，去头去皮去梗啊，制作而成，根根细长，新鲜脆嫩的啊。你平常配点白粥，配点馒头啊，早上特别下饭。你后面没有胃口的时候啊，你配点米饭呀、啊，配点面条也特别特别好吃的啊啊。然后现在下单有活动啊，拍20包送30包，到手整整50包，只要10来块钱给你包邮到家。喜欢的哥哥姐姐们，抓紧时间去拍啊。那还挺划算的，你多买一点，我都没吃着。哎，我爱吃。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！钱不赚个钱，吃还挺能吃。哎，爸，我吃完。啊，我的黄河大鲤鱼，香死你呀！这什么呀，爸？这加热包！我真的裂开了，这个汤也没味儿。坐，小子，原理3000嫁过来。啊，又洗衣服又做饭的，你不好好对人家就算了，你还天天想着办法欺负他，以后你再这样这个家别待了。